照顾了，又穿上舅舅的制服照一张照片。户籍调查，哎呀，拿来我看看。户籍调查不就是户籍警吗？这户籍警不就是警局里面的下军西将吗？耀东当的不是刑警啊，看样子啊，是敖卵冒充金刚钻了。哎呦，伟后伟后，那天啊，还好拦着你啊，没有让你请他喝老酒，要不然这个嘛就浪费了。人家耀东好歹进了警察局，恭喜恭喜就没有关系了。哎呀，哎，哪讲脂肪肝跟扫地一样也可以进警察局的呀？你们做事了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呀？再说了，哦，你真的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事情，开个调查户口的就能帮我们出头的？钞票花在他身上嘛，就是白花嘞。要不是小东啊，孩子拿来玩的。顾太太，刚才啊，我们也就是瞎聊的啊，您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我们当然晓得了，我们家耀东呢，可是东吴大学货真价实的高材生，刚毕业呢就进了上海警察局，而且是上海警察总局。吴太太怎么可能会嫌他不够好呢？你又不是那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。是。嗯，你的包落我车上了。下午放心吧，下午的事情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顾晓东，顾晓东，还不去户籍科报到？啊，是。鬼鬼祟祟。你不想一个人再被关进仓库里了吧？那就听好我跟你说的话。你是去查户口的，千万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对于一个新人来说，重要的不是破不破案，是一个月一个薪水不少拿。你不想再被扣三个月薪水了吧？啊？那就记住我说的话。记住，除了查户口，就是天塌下来你也别管。请问丁放女士在吗？哪位？我是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员，我来登记户口。门没锁，进来吧。上海市警察局要重新调查户口，请把你的户口簿拿出来。这边。好，这是我的证件。窗户底下抽屉里，自己拿吧。好。用完记得把东西放回去，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好。警官，我找丁小姐有点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丁小姐，这位警官带我进来的。站住！你不是查户口的吗？怎么可以把陌生人带到别人家里来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东黎君，麻烦你不要变着法儿的来骚扰我了。警察都能被收买。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认识这位先生。你查完了吗？马上。查完了就赶紧走，把这位先生也带出去。这位先生，请吧。出去。丁小姐，名利双收的事情你非得搞得两败俱伤是吧？你偷拍我。那你还咬人？照片抢走了也没用，家里还有底片呢。
请你跟我回趟警局。你就得查户口了，管什么闲事？户籍警也是警察。我警告你，少东管西管的盗我财路，照片拿回来。那麻烦你把相机给我，然后跟我回趟警局。耶呵，小子，不给你的颜色看看，你当我是软脚虾是吧？照片拿回来。这快走！啊！警察杀人了！让他查个户口也能搅得鸡飞狗跳，招惹什么人不好，偏偏招惹记者，他还嫌警局负面的新闻不够多吗？那个小报记者，他就是个跳梁小丑，不值得您动气。我马上去处理。报社那边暂时已经压下去了，赶紧把那个记者打发走。另外，你听说顾晓东，即刻马上辞职。副局长，你不用替他求情，啊！为了芝麻大的事儿惹一身腥臭，简直是愚不可及。这种人留着干什么？让他自己的人数提出辞职。我不开除他，就是给他留最后一点颜面，这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是。张赖账！现在年轻起来就这种素质吗？去，哎，我不跟你讲话，把你上级叫来，我要跟你上级讲话。我就是他上级，长官。这位长官，哎呦，作为一名普通的市民，现在我要向你投诉，你的手下他滥用职权，他就一查户口的，凭什么把我抓来警局？他是上海市警察局刑警二处的警员，有权传唤犯罪嫌疑人到警局接受调查。嗯，都凉了。哎，你凑合吃吧。你想想顾耀东。他应该不知道多羡慕咱们能吃上这烤红薯。我猜这小子肯定在楼上，现在痛哭流涕，跪着认错呢。办公室里现在肯定是疾风骤雨，刀山火海。白吃烤鸡还愁眉苦脸呢。处长，嗯，要是你查户口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会怎么做呀？我不查户口，我是说如果没有如果。你有没有想过不当警察做什么？我爸希望我当一个律师，我妈希望我进报社当个文员，我自己还没有想过。嗯，都是不错的工作。其实从警局辞职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这不适合你，处长。您不是说过，做人不能忘了自己的初衷吗？不一定非要做警察，才可以匡扶正义、保护百姓。还是把工作交接完，去人事处辞职吧。不做警察，你也会过得不错。没必要为了一句口号，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。啊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不想辞职，只要您不开除我，我要继续留在警局。处长，谢谢你的考绩。哥几个，最新消息，最新消息，一处又立功了，又抓什么人了？以前九龙那小子呗。听说是个杀人犯，队长。杀人犯，吓不吓人？杀人犯，队长，怎么样？油盐不进。是同一个人，周正天，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。嗯，没有，没有。不管你是陈宪民
还是刘泽佩。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儿既不是中统，也不是保密局，这是上海市警察局。你进来了，我就有100种方法定你的罪，而且我让你的那个党连个喷嚏都打不出来。你自己掂量着办，啊。